彭于晏的女助理是大正妹，网友拍到175公分高挑黑长发妹，网友胜过超多女星。想当初小妹读高中时期也当过迷妹，每次看幕后花絮时都会特别注意韩国团体的助理长啥样，毕竟欧巴们的助理如果长太美，粉丝可是会担心的。当然助理本来就不是明星，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且太帅太美也会抢了明星的光环吧。 Source Glenno。Source Glenno。Source Glenno。以上几位都是正常的助理 XD， 让人感到放心。胡乱说。但今天分享这位，我就觉得有点美哒哒。最近网友拍到感冒的于晏 ，Source Glenno， 网友才拍第一张就立刻被挡下。没想到彭于晏助理是个女生，而且还有175公分以上。光看脸，颜值可以打90分。女助理，她感冒别过来。Source Glenno， 看背影。Source Glenno， 感觉还蛮正的。彭于晏，1982年3月24日，台湾男演员，出生于台湾澎湖，13岁和家人移民到加拿大。进入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，主修经济学。大二暑假外婆过世，他回台奔丧，被导演邀请参加甄选演出偶像剧《爱情白皮书》。彭于晏回忆说，我抱持打工的心情去尝试，当时也没签任何合约就去拍戏的。因进入演艺圈而休学专心拍片，